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与幸福有约》，我是小冉。这个节目是由多伦多佛光山佛光会联合制作的。以往呢，我们的节目主讲嘉宾是永护法师，可是今天我们的直播间里请来了另外一位主讲嘉宾，他正坐在我的对面，他就是国际佛光会的谭讲师，也是多伦多协会的理事邝家凤老师。邝老师您好。主持人你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吉祥。大家吉祥，您也吉祥。我称您家凤师姐还是称您邝老师？不敢当，那一般他们都叫我家凤师姐啊，你也可以叫我的名字 Winnie 也可以。哦 Winnie 那我叫您家凤师姐好了。好。那个看到家凤师姐的这个介绍哈，您是谭讲师。是的。因为在我们这个节目中间啊，曾经有过一位谭讲师的介绍。哦、是的。那就是上一周呢、我们请到了来自台湾的郑宇书老师。那今天呢，您是第二位进入我们节目的谭讲师。其实我们大家对谭讲师呢还是略微有一些陌生哈。谭讲师是什么样的一个工作状态？我想谭讲师这个季度呢是只有佛光山星云大师的设立，他的写法是谭的意思就是谭挪，就是在家众的意思。那个就是在家众来担任主讲弘法布教。那实际上呢，以前呢在传统的佛教都是只有出家人来弘扬佛法。那么大师慈悲，他就想到全佛光山只有1000多位出家人，全世界那么多的佛教徒，而且都在那个佛光会分布各地，那么如果有在家众受命，他也可以帮忙师父来在生活佛教人间佛教跟大家分享弘扬佛法的话，来减轻师父们的一个负担。所以就在很多年前他就设立这个谭讲师的季度。不只是你，很多人也是对这个名称呢是有一定的困惑了。对，那他们的谭是什么意思？其实就是我们佛教名相里面是谭挪，就是在家中白一种的意思。那能够成为谭讲师应该是非常的不容易吧，他要经过怎样的一种考核才能够成为谭讲师呢？其实也是我的幸运。我记得当年是刚刚设立了谭讲师季度的时候，那时候呢这里佛寺应该是刚好还在盖中。那么我们那个前任的，您是说当年多伦多的这个佛光山？没错。那时候呢我记得是我们的开山，没错，是开山的住持一弘法师，那时候是他在这里弘法。那么我在某一个因缘是93年我就移民到加拿大，那然后大概到95年吧，一级我就来佛光山学习。那个时候我记得我那个因缘呢是因为一弘法师他是从台湾派驻过来的。那么我们这边能讲广东话的法师也不多。那么我那时候是在一个分会里面当会长。其实那个因缘是此于那时候刚好师父有时候他有一些佛学班的设立，可是有时候他要出门，那么他也不想就是把那个佛学班终止。那后来呢他也鼓励我，就请我就是在他出门的时候就来代课。那么我代课大概1-2次以后，那么后来呢就有基于在释迦堡区那边，在东区哈，因为佛堂建在西边，那个东区里面呢就是蛮多的都是香港过来的移民，都是说广东话。
那么我们都看得出来，就是他们其实啊，都从香港的时候已经开始对佛法有兴趣，他们都很有求法的精神。后来呢，就跟义弘法师一起商议，那么就是希望在那边也不能说是一个佛学班，就是把佛法的重点都放到哪里。那么师父说，因为知道我除了是可以讲广东话呢，那另外因为我已经很早就开始学佛，那么他就给我鼓励，给我机会，他就说不如你就来担任主持这个佛学班。所以大概有差不多一年的时间，还不到一年时间，结果最后他就鼓励我去考这个坛讲师。考其实说考也不是说就像您刚刚提到，不是说很简单，就是你有兴趣就可以委任你。那么我相信也是本身都经过那个考核的。那么我记得我其实当时有第一次，我是有把我的资料送给义弘法师送去本山，但是结果呢下来就没有说批准。那我想就是因为我的经验也不太足够。那后来第二次，那师父在鼓励我，就再接再厉，有了第一次的经验，那么第二次呢我就比较准备多一点了。那时候我记得写了一篇大概5000字的文章，就是关于有一个佛教的题目，到现在我都不太记得那个是题目，因为说起来的十多年的时间。然后可能因为平常我有上那个佛学班的课程，那因为我每次都习惯都把它录音录下来，因为我要回去下课以后，毕竟这个不是生活的讲座，都是有关于佛学，我想我当中有没有错误的地方，有没有要改进的地方，所以我每次都把它录音，然后回去呢我就急不及待的打开来听，然后就为下一周的功课要准备，然后就从当中就看看自己应该怎么样去改良改善更好。那么下来以后，我就把其中一柄的录音带交给义弘法师带去大会吧。好几个月以后，刚好那一年是每2年一次的世界总会有一个国际佛光会的会议，那会议当中他们就认同了，结果就那一年我记得因为家里有事我都没有去开会，结果我记得当时是我们现任的督导关宝慧，那时候他是会长，他就好像就打电话来，令我很感动，他就打电话来到我办公的地点，这是长途电话呢，就是说啊，刚刚已经宣布你已经入选，现在就有一张委任状，是关于聘任坛讲师的，那么就说他回来多伦多以后就颁给我这样子，那么我就接受这个任重道远的工作，一直到现在都有超过10年的时间。那一年我记得是2000年，那么更荣幸的是在2010年吧，10年以后就获得世界总会，他也颁发，就说把我的坛讲师那个级别都升级了，因为你不单只是只拿了这个坛讲师的头衔，你没有真的去真正的落实去工作，每一年我都要把我当年有什么弘法的工作或者是就是一个报告给世界总会，那么大概每年下来都有一些报告，他们就有计算你累积下来你有没有去弘法，真正的落实去做这个工作。那然后在10年以后太晚了才给我进一步的升级。升级现在是一个，现在就是说一级，它是有一级、二级、三级这样子。可是真正他们怎么去定这个季度我都不太清楚，因为这个是本山还有他们那个内部的运作。所以您现在是国际佛光会一级坛讲师。是。那真是得到这个头衔付出了非常多的辛劳。其实对我们来说也不执着于这个头衔呢，因为这个也是一个名相而已，只是说也是
变成了自己的工作受到了认同，也是一种很极大的鼓励，这样子。没错，其实它是一种工作经验的积累。是，那也是说明呢，您在这十多年的时间当中一直在坚持做弘法的工作。是的，其实在当初考虑要考取坛讲师之前呢，其实我一直都很希望把我所学的在佛法的真谛上面呢所学的跟别人分享，那么不敢说是度众，只是说见到每一个朋友或者是新接触入佛门的朋友，我都希望把我知道的跟他们共享共勉，所以一直以来也是从这个方向去走。随缘度众了。没错。那您现在主要负责的是哪一个方面的工作呢？那我团讲师的头衔呢，就是国际佛光会，就是世界总会所颁发的。那么因为我身处于多伦多，我在这里居住了，所以我也有参加我们在这里多伦多的国际佛光会的协会。那么我也是很荣幸呢，就是受到很多的会员的支持爱护，他们也有推选，那我们是大概每三年就是推选一次的理事。那么我已经在这个理事会里面担任理事有好多年，好多届了。可是在以前呢，在分会了我也有曾担任过分会长，也是有连任过。那么其他呢，就是卸任分会的会长以后，在理事会呢，除了在理事会工作协助那些会务，那么我就是在担任很多组别的义工。那跟坛讲师直接有关联的是什么样的一种？说直接关联的应该是，我想不起来是有，不过呢跟坛讲师一样，我们实际上每一位义工，我们在进行在担任义工的服务的时候，也是把佛法一起传播出去。我们都是行大师所提倡的人间佛教，所以嘛，比方说我也参加了童军，我在佛光童军团已经担任了 leader， 就是领袖了，超过了十年的时间。哇，那这里面一定有很多故事可以讲哈，应该是吧。那我们先请佳凤师姐告一段落哈。好，我们稍后回来以后继续来请佳凤师姐跟我们聊一聊她在童军团里的一些有趣的事情。从念佛中得到法乐，从禅坐中得到禅悦，从礼佛中得到清安，从读经中得到清净。万人广修戒定慧，千家长明日月灯，消灾延寿常欢庆，增福尽德大地春。多伦多佛光山将于10月26日起建药师法会，祈求药师琉璃光如来护佑您阖家消灾延寿，福慧增长，功德回向，国泰民安，社会和谐，世界和平。即日起接受点灯功德登记，详情请电9058140465，9058140465，或者上网查询 www.fgs.ca。 星云大师开创了多伦多佛光山，位于密西沙加市6525 Mill Creek Drive。 查询电话请洽9058140465，9058140465。
好，亲爱的听友，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来。我们今天一起呢，来跟我们国际佛光会的一级坛讲师嘉凤师姐，跟坛讲师来一起聊一聊她的生活、她的修行、她的随缘度众。刚才呢，我们一起了解了嘉凤师姐怎么样成为一位国际坛讲师的。那刚才呢，嘉凤师姐也提到了，她有很多的时间哈，近几年来都是用在童军团里头。童军团也就是跟孩子们在一起了。是，怪不得您看上去这么年轻。谢谢。跟孩子在一起特别开心吧？对，没错。可是也有蛮多是不能说孩子把你弄得很生气，只是有时候真的是啼笑皆非，哭笑不得。哦，是吗？我最初加入童军团呢，所带的领导的是已经是差不多青少年吧，17岁的。因为他们都已经长大了，有他们自己的见解，也一般都很独立，所以那几年当中呢，我们担任的角色只是那个副导，就是 advisor， 他们不叫 leader， 因为他们所有的 program 的节目，他学习的课程都是由他们自己来编排。可是因为那个时候是童军总会，他们有规定在课程当中，他们可能因为年纪还小，他有一些课程可能是涉及的危险呢，或者是安全方面，所以我们在旁边就是一个监督的作用。比方说举一个例，他们要去一个 outing， 就是一个活动，是 bungee jump， 那个就是会很容易会伤及到他们的身体，非常危险哦。对、啊、所以像这种举例，如果是他们要举办一个这样的活动，那我们就不能通过，我们就会反对。那么一起带了好几年以后，那有一天忽然可是呢这些孩子们呢，15、16岁的这些少年朋友们，他们的想象力，他们的要求，他们希望户外活动的这个想法应该是非常丰富的。今天你不同意我蹦极，明天我换成一个别的。对呀、啊、没错。而且呢，加上我们有佛教团体为我们的那个赞助人，那个佛教的关系，所以有些活动呢、啊、比方说在西方社会，青年人都爱游泳啊，跟钓鱼啊这样子、嗯嗯、那么因为我们都强调不能杀生、啊、那要培养慈悲啊，对，所以像这种情况，我们就需要有一些成年人在监道，就说这种的活动我们就不能允许他们去进行这样子。那你们怎么能够跟孩子们说钓鱼是杀生的一种？对，当然我们在那个上课的课程中，有时候我们也会有一些佛法的辅导。那么他们其实有很多孩子呢，也是有小部分是家长送来的时候，家长本身他们的家庭背景都是佛教的家庭背景，所以多多少少他们的父母也会知道这种的佛法里面是不允许的行为，所以他们都很配合我们这样子。那所以说对于童军团来讲，最开始的那个活动呢，都设比较大的青少年朋友了。嗨，没错。可是其实当初我接受这个任命，我是战战兢兢，有一点。我有一个好奇哈，嘉凤姐，坛讲师哈，我们从这个名字当中呢，好像想象的是应该是一个站在讲台上的老师。是。怎么会您会接受这样一个新的任务，是跟孩子们打成一片？真的是一种挑战。我记得那时是大概在98年我们的世界大会的前后。那么我们的童军团是大概97年刚成立，那时候我们童军团的规模是很小，而且呢来的成员参与的成员也不多，我们的领袖也是领袖方都是不够 leader。 你知道一个童军团的建立，除了有成员来参加，也必须要足够的领袖。结果呢，我记得是美仪法师邀请，他说问我有没有兴趣。那因为我们都现在都缺人手了，都希望我参与。
那么我对自己是完全没有信心。第一，那时候我孩子也大了，长大了，嗯，可是我在想啊，我都不需要再去面对这些青少年，嗯，因为他已经跟我说是带那些17岁15岁以上的，嗯，可是师父后来一番话就给我鼓励，他说我们找你啊，因为我说我从来没有受过童军的训练，我自己对这个都一知半解，我怎么去说服他们带领他们呢？我也不知道他们那个现在的时代那青少年的需求，可是师父就鼓励我，他说你也是曾经有单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你是从那个教养孩子中走过来，一路走来，那现在你的孩子也教养得不错吧，那所以他说你起码你知道怎么如何去跟他们沟通，所以后来我就一边做一边学习，确实是跟我是布教的工作室完全是两回事，可是我乐于接受这个挑战，而且他说这个童军团是大师，他为了鼓励以后青少年，也希望童军团给他们一个学习的台阶，让他们将来也是作为一个培育他们参加青年会的那个青年而设的，所以后来我就一边做一边学。嗯，那从97年咱们多伦多这个道场成立童军团，嗯，到现在已经有超过10年了吧？啊，现在都2014啊，对 对, 对，应该超过，大概有14年，接近有快要15年了。那从您手上应该送走了一批一批的孩子，孩子们现在都已经长大了。是的，在这个过程当中，您的收获是什么？从谭讲师的角度，您觉得在您培养的这些童军的孩子们当中，他们都变成什么样呢？其实这个硕士团嘛，就是一个团体，也不是一个人的努力就可以成就的，就是很幸运我们那个童军团都大家经过很多的师兄师姐的共同努力，那么我们也有很多的，其他的各队的 leader， 他们也是我们佛光山里面的义工或者是理事干部，都是大家朝着相同的目标一起努力，可是有时候会感到好像其实我们童军的工作也是蛮重而且是很辛苦的，可是当像您说每一年孩子回来那暑假以后，他们回来了都长大了，他们回来偶然在你身旁走过会叫你一声，然后你看他长高了，他们又越来越乖，后来他参加我们的青年会，现在其实看到很多的青年理事还有那个理事呢，他们都是慢慢从以前的一步一步走过来，那么其实自己心里也感到有一点点的安慰。真好，就跟看着自己又培养了一批一批的孩子一样。也不能说是培养的，因为他们毕竟都是有自己父母了，还有学校了，还有这里的师父教导他，只是说我们也就是真的用心用力来跟他们一起成长，而且其实我应该感谢他们，他们都给我很好的因缘，不如说是我跟他们一起学习，给我一个很好的学习的机会。肖凤师姐说到这儿呢，我就想起来我曾经听过一位同修哈，我告诉他我有一期节目会要专访佳凤师姐，他跟我介绍，他说佳凤师姐是我遇到的谭讲师当中不一样的一位啊，我说这话怎么讲，他就说有的谭讲师你跟他一交流，你就会觉得他思想很敏锐，言语很有力度，然后他会带给你一种撞击感。佳凤师姐不是这样，她是温婉如玉，很谦虚，很随和，她什么都会顺着你走，哎，她是这样一位。哎，刚才从您的这样的介绍童军团的工作当中，我体会到我的这位同修对您的评价非常准确。那是大家太客气了，也许我在佛光山时间比较久，
大家都爱护我，很客气。那也说明了一点，那我才能就很不如，我都不记，所以就没有说那个慈峰很厉害了，或者是那是我的才德不够。太谦虚了。刚才您提到一个细节哈，说到当初满意法师邀请您来接手童军团的时候呢，他提到过您也是两个孩子的妈妈，是把孩子也培养得这么好，所以呢带着这份母性，带着这份耐心和爱心，希望您能够接手。是，那就说到您的家庭，我们要不然好、我们接下来请听众朋友们一起来欣赏一首歌，留一点慈悲的种子，让世人享用和平的果实，留几句爱与的和风，让人间充满尊重的温煦，留一份善美的心，众生或值得度的因缘，留无限欢喜的宴席，让后人心生深远的怀念。春迟迟种子探头，小草萋萋和丰富流质，人间应留人美丽，轻轻心扬人心，我云悠悠言心如云柔，人间应留而美丽。留一点慈悲，享用和平的果实，留几句爱与的和风，让人间充满尊重的温煦，留一份善美的信仰，让众生活值得度的因缘，先欢喜的宴席，让后人心生深远的怀念。春迟迟种子探头，小草萋萋和丰富流质，人间应留人美丽。谁轻轻心扬人心，我云扬有言心如之后呢，我们再跟家凤师姐一起来聊一聊您的家庭生活。静心有净土，
净念有佛国，人缘好事近，人善好运来。星云大师开创的多伦多佛光山位于密西沙加市6525 Mill Creek Drive， 查询电话请洽905-814-0465 905-814-0465。万人广修戒定慧，千家长明日月灯，消灾延寿常欢庆，增福尽德大地春。多伦多佛光山将于10月26日起建药师法会，祈求药师琉璃光如来护佑您阖家消灾延寿，福慧增长，功德回向，国泰民安，社会和谐，世界和平。即日起接受点灯功德登记，详情请电905-814-0465905-814-0465，或者上网查询 www.fgs.ca。 亲爱的听友，欢迎您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来。今天我们的主讲嘉宾是邝家凤师姐，她是国际佛光会的一级坛讲师，也是我们多伦多协会的一位资深的理事。之前呢，我们已经说到了家凤师姐是两个孩子的母亲，而且孩子培养得很好。其实在这一方面呢，小冉我是一无所知，但是这个话题让我很感兴趣。说说您的孩子，说说您的家庭。这一点我不敢当，我不能说我培养的他们很好，不过有一点引以为快的是，我可以把他们都是有带进了佛门，我们都能够建立一个佛化的家庭，那么这一点是我最感恩的。哦，我有两个儿子。那为什么我会这样说了？因为我大儿子呢，从小幼儿园开始呢，他都是在一所的基督教学校里面念书。然后他到升小学的时候也是在基督教，几乎在别的宗教以下昏涂了，他都是在这种的环境长大的。那后来呢，慢慢是我开始接触佛教，我也没有说一开始去期望他们能够改变他的宗教，因为他快要就是因为读书的关系被学校的校长老师都差不多要威逼利诱把他的宗教都改变的。那后来就是慢慢的诱导他，也带他去上佛学班，也给他看一些佛教的书，主要的是我很多时候就跟他谈，我也尊重他的宗教，如果他是需要选择其他宗教，起码我希望他能够尊重佛教，尊重我的选择，那么我也会同样的尊重他的选择。后来呢，也发生了一些状况，我想我们学佛的人先要把那个孩子渡进佛门呢，最基本呢，先要改变好自己。我常常说言教不及身教，那么慢慢他可能也看到我的改变，所以呢，最后我很欢喜他自愿的，我没有强迫也没有跟他说，他有一天来说也要皈依，然后他就受五戒，
那是我的大儿子。那然后我的小儿子呢，他11岁开始，因为他很小就跟我们进佛门。那11岁的时候，他居然要求我让他跟随佛光山的法师去西来寺参加短期住家。他的年龄很小，那时候实在我是很担心。我不担心他受苦，因为他是一个不太定性不安静的人，我怕他的性格会影响其他的孩子跟成年人，而且会加重师父的负担。可是结果下来呢，他一共参加了短期出家。11岁的孩子短期出家怎么会接受他呢？短期出家不是成人的，成人。可是那一年是也是幸运吧，也师父的慈悲，他说除了我儿子还有几位小儿子一起参加，他说你不用担心，现在在这里佛光青年长大的孩子哈，他们当年也是一样。其实你当时儿子11岁的时候，他是跟年轻人跟成人在一起参加了一个短期出家班，也有成人，也有几位是跟他相约年龄相约的孩子们一起参与。那么他们去到西来寺也特别得到师父的眷顾，所以他们也是会特别安排一些节目，当然也是离不开佛法这样子。结果他参加完毕，他也打电话来跟我说他暂时不想回家。我说为什么你要留在西来寺？我还以为他要真的出家。结果他说他要跟随师父到Dallas打佛七。那其实打佛七，11岁的孩子去打佛七，对啊，我甚至是有点担心。我说怎么可能呢？因为大家都知道佛七是一个专心念佛的，都是整天活在佛号当中，都不能有其他那个起心动念杂念这样子。这么小的孩子他一定会造成的影响。结果师父也跟我说你也不用担心了，我们就带他一起去。那我就让他一起跟师父去学习了。结果19天了吧，大概回家了。回家以后他就跟我说他从此后要吃素了，他不再吃肉了。所以我也很惊讶，很感谢佛光山的常住，也是这个因缘呢、培养到他们。哇，这个真的是好难得哈。是，所以我想我的因缘是比较顺，学佛的路上，而且我跟同修也是同步，所以来说我真的是很感恩，都很幸福。怪不得师父说您把孩子培养得很好呢。哎，真的是这样哈，竟然孩子参加完一次短期出家以后会自己自发自愿的有这么大的变化。我们家庭还闹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革命。因为什么意思？因为他当初要决定要跟随师父到美国西来寺参加短期出家，那么我的公公就是我同修的爸爸，就怀疑，他说那么小你怎么让他一个人去？我说没有，都是有师父带着。他说师父带着就是他要去寺庙，搞不成他以后真的要出家那怎么办？而且呢他那么小，你们不要逼他，就是你们他说他儿子跟我了好像很迷信，怎么把家里的人都搞得乱七八糟。那因为有时候老人家有他自己的，很难跟他解析，因为他对佛法的观念也不认识。他也是般的拜拜的，那后来听说他要决定要吃素，那我第一件事我跟儿子说你必须先要通过你的爷爷，你不是通过我。因为我怕他会误会。对、会以为是我逼着你的。所以还是有一点点的遭遇这样子。不过真的是佛菩萨也很眷顾，那最后呢这个革命也成功。哎，这个很有意思哈。是你儿子回来以后他就跟爷爷去说吗？爷爷我要吃素啦。最初的时候没有，那我就跟他说你先不忙要做这个决定，你已经吃了19天的素，我已经很高兴，你都在这19天你都没有杀生嘛，你都有很好的修持。那么以后呢，最主要我们灌输他的观念是不杀生要慈悲，可是不要急着要他吃素的，
可是他一句话就把我难到了，他说妈妈你跟爸爸不是都已经吃素的吗？难道你跟我说吃素还不好吗？而且为什么你们能做的事情我就不能做、然后我就觉得、可能这是他苏系的因缘。那么我说那你还是看着办，就是说你能够吃素的时候你就吃素、像在家里跟妈妈一起你就吃素、在外出因为你还要上课还上学，或者是有时候、爷爷或者是家里的长辈要带你出去用餐或者是怎么样，那如果你觉得不方便那你就吃一点就是旁边的肉，不要吃杀生就好了、妈妈已经是很高兴。那结果他自己就去跟他爷爷说他要吃素，然后爷爷就问他为什么这样做，是你妈逼你的吗？他就说不是的，因为我去美国的时候许的一个愿，向观音菩萨许愿，所以我许愿我回来就要吃素。然后老人家呢就比较，因为他也是拜拜，他也有对观音菩萨都是一般的很崇拜嘛，他就说以他的思想观念说啊，那你对佛菩萨许愿的话你一定要做的，你不能就放弃、结果就一起就让他他们也很成就他。然后我在想孩子还小，说不定将来他会改变，有一天他也改变过来吃肉，我也不会太勉强他，这样子能吃多少就多少吧，我的心当时是这样想。结果他一直到现在啊，他都有时候有朋友亲戚问他有没有后悔，有没有，他就没有、他是自己的决心，他自己决定，所以意志坚定是很重要。那现到现在为止吃了多少年了？11岁，现在差不多20年了吧。那就20多年吃素了。对，他今年都快要30岁了，29岁。这是你小儿子。是。10多年20年的这个吃素，你觉得儿子成长发育，因为11岁开始吃素、刚好是他身体快速生长的时候。是。其实这个也是家里的长辈关心的问题。 对， 对，他们也很担心。那因为他们要吃素，所以我就从这方面着手去研究看书，要知道那个食物都要均匀，是营养要平均，所以就按照，其实也没有说很特别，只是说叫他们不要偏吃。吃素被认为不营养的一方面呢，主要是大家都不懂得如何去吃，吃得不够营养，比方说偏吃一些菜啊，这样子就得不到均衡的发展。现在我的小儿子他很高，我两个儿子都很高，所以大家问啊，你妈到底煮些什么菜给你吃，你长得那么高怎么健硕。那大家来问我他是吃什么，我就说他吃素大的。所以做了一个很好的例子。对呀，哎，这个话题呢，我想可能很多听众朋友包括我本人哈，我都特别感兴趣，因为我们家我女儿也是在跟着我们一起吃素、而且我女儿自己发愿她要吃素的。但是说实话，我的爸爸妈妈呢对这一点每一次他都有困惑，他也觉得是我们在强迫孩子这么做的。而且怎么样吃素吃得有营养不影响，或者说根本就丝毫不会影响孩子的成长发育，这个话题呢我想很多听众朋友都非常有兴趣来了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稍后回来我们继续跟家凤师姐来聊一聊怎么样吃素吃得健康。随时照顾念头，就是戒律的持守，分秒把握当下，即为禅定的显现。万人广修戒定慧，千家长明日月灯，消灾延寿常欢庆，增福尽德大地春。
多伦多佛光山将于10月26日起建药师法会，祈求药师琉璃光如来护佑您阖家消灾延寿，福慧增长，功德回向，国泰民安，社会和谐，世界和平。即日起接受点灯功德登记，详情请电9058140465，9058140465，或者上网查询 www.fgs.ca。星云大师开创的多伦多佛光山位于密西沙加市6525 Mill Creek Drive， 查询电话请洽9058140465，9058140465。亲爱的听友，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话题当中。刚才我们在聊着聊着哈，就聊到了一个很有趣的话题。在节目间歇的时候啊，我也问了佳凤师姐，她大儿子16岁开始吃素，没错啊、现在他们全家人都在吃素、而且两个儿子长得高高大大，非常健硕，成了吃素的一个好榜样。是，那么佳凤姐，您平时在家里面给一家人做饭的时候都是怎么样的一个搭配均匀？这个都是我从书本上学到的知识哈、因为我也不是个专业的厨师、不过毕竟吃素，那么我为了鼓励他们，我说孩子们呢也希望他们保持着这个吃素的观念长久一点，那么我就想尽办法，就是把各式各样的素菜可以吃的材料，就是去研究了学习了怎么样去配搭。那其中当然就是说每一个星期里面有5餐6餐哈、都希望尽量的配搭，就是有不同的颜色，因为这个颜色呢、其实食物的颜色也是我从书本上看，像食物都是有它的五行金木水火土、那么这五种颜色呢，其实跟我们的内脏那个心肝脾肺肾、都是有莫大的关联、所以举例来说，你的心的调养，因为心是红色的，就是代表我们的血液的运行呢、还有就是新陈代谢，那么红色的食物呢，它就是养血的、就是长养，这些在这个方面是有保养。那如果说是肾脏方面呢，一般都是吃那个黑色的食物、像那些法菜啦、黑木耳啦、还有海藻类的，都是这个方面的、所以尽量就是你每一餐不能做到很均匀，可是你每2餐3餐都是要维持做不同的颜色分配的食物、那把它那个食物的性能跟它的特性发挥出来，这样子。比如说我们想补充，因为很多人吃素以后呢有一个状态就是会贫血。有的人说是会贫血，没错，而且我身边也确实遇到、有的人吃素一段时间以后去医院检查，医生告诉他你血色素偏低、需要吃红肉，其实他吃素很久了以后、他一点也不想再去接受牛肉啊、红肉这个肉质、所以呢贫血这个状态是吃素了以后有的人会出现的。对，所以那么说，比如说您想建议大家去买红颜色的蔬菜，
嗯哼，其实哈，那个血液就是那个从铁质来的，嗯，最能够有铁质丰富的菜就是绿色，深绿色的蔬菜，嗯，比方说那个西兰花呢，西兰花，很深色的菠菜啦，菠菜，种种那个深颜色的菜蔬啦，嗯，它都是有含有很丰富的铁质，嗯，不过当然每一个人的体质都是因人而异。不是说这是不定的定律，因为每个人都有各种的状况。我觉得我身边的朋友很多都有曾经有发心想要吃素，嗯，可是过不了一段日子呢百病重生，嗯，那我想他也是一方面就是他可能就是没有说食物很均匀啊，那个维生素也不是很平均。那第二点我想说就是从佛教的角度来看呢，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所谓的那个业障，因为每一个人他有的过去生所做的因缘呢，所以今生也感受到有感染到一些的业障。业障的意思就是有一些阻力，当你发愿要做某一件事情，在你面前就出现一种状况，哦，令你就是有觉悟，那时候就看你有没有决心，嗯，那我记得有一次在佛学的课程当中也有人提起这个疑问，嗯，那么他说曾经也有一次差不多几乎他要放弃了，嗯，因为吃素以后胃又不太好，胃有时产生了毛病，那可是他又不服气，他想一心真的是想吃素。那后来我跟他说，如果真的是业障现前的话，因为过去的因缘你改变不了，那你能够就是祈求观世音菩萨或者是佛菩萨来护持你，那我说你可以在佛菩萨面前许愿啊，就是说你为了以后度众生，为了以后不跟其他恶道众生结那个恶缘，那么你发心此素，那么希望观音菩萨或者是其他护法神来护持你，希望以后的障碍比较减少，慢慢的你从吃素中也是一个说法，就像我说那个孩子他成长让大家都看到了，嗯，不是说一面倒就是说吃素是没营养的，嗯，那当然了为了这样子我要更努力，就是怎么样让他做一个例子，就是吃素是不会营养不良，所以我就从多从这方面下功夫这样子。嗯，刚才嘉凤师姐告诉我们了一种注意事项，就是多种颜色，多种蔬菜，嗯，尽量大量的来摄取哈。比方说很简单，你要做一个汤哈，嗯，我通常比方说你要几种颜色，你下豆腐啦，白色啦，嗯，那我就加一些西红柿是红色的啦，嗯，然后有时候会加一点玉米就有了黄色，哦，然后瓜它是绿色的，哦，这里五行当中已经有四行了吧，哦，然后黑色的那你就看如果没有太多的黑色的食物呢，你不能加一个黑木耳，有时候可能对消化也不太理想，哦，那么我可以加一点的海苔，它也是黑色，海苔也可以，嗯，这个瓜汤呢我想不是单是小孩子大人都很会容易吃，尤其是夏天我们把一些毛瓜冬瓜把它切得细细粒的，嗯，然后西红柿番茄也把它切得一粒粒，嗯，然后放点玉米，玉米本身就很甜，啊，然后豆腐，嗯，所以其实各种的维生素营养都有，哦，那么吃汤跟吃那个汤渣一起，那么其实也是很好玩，我觉得我喜欢烹饪，哦，那所以把素菜都那个食物的元素调来调去，我觉得是一种学问，哦，也是一个学习。哎呦真好，听着您这么一说我觉得眼前呈现出来的就是一个五色的一个蔬菜汤，没错，哦，其实那个素食的变化你是可以自己做主的，嗯，因为有时候跟外面的食谱那只是一个参考，那么我们如果他用的材料是肉鸡鸡鱼，那么我就把它变化，就不要那个，就用其他的素的材料，
不过都是要花一点心思跟时间的。很好。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烹饪方法，刚才您举了一个例子是汤，那么说吃素的时候是不是说这个煲汤啊，或者说煮的东西会多，尽量的不要用炸呀烤啊，是这样吗？没错，因为这个毕竟那个烤也可以，可是油炸的东西对健康是不太好。那么以前呢，为了鼓励孩子吃素，我就用不同的方式来烹调。那么现在尤其是现代的社会都很注重绿色的环保，还有就是很鼓吹吃得很简单，尤其是我们学佛以后，就是生活其实就是要很简单，幸福也是很简单。那么我会尽量就是比方说沙拉呀，那些烹调时间不要太长啦、在坊间现在都有很多素食的材料，什么素鸡素鸭那个，以前我都会拿来煮汤，那现在我在家里一般很少用这个，因为我觉得他们可能会有一些化学的防腐剂或者是、那么我们要吃嘛，就吃素就吃的尽量是天然一点。其实哈，粗的食粮哈反而是最有营养，比如说比方说那个糙米，那个现在的人要吃得很精细嘛，他们吃白糖呢，经过加工制作的精糖精盐，这些就尽量少放。那么粗粮比方说最便宜的是那个番薯，yam， 是你们是叫番薯吗？我们叫红薯。红薯哈、红薯、最便宜，可是它营养分是最高的。有时候把它简单的蒸一下。蒸一下，然后就很好吃。把它剥皮再吃。然后蒸了以后还可以再烤一烤。没错。很香。我最近到那个美国底特律布教，那么我跟他们的会长说选用一个什么题材了，人间佛教，那么什么是对大家的有切身的那个关系呢？后来我就想到都是民以食为天呢、大家都会很好奇素食怎么样，就像刚刚主持人你问的问题，各种的问题，所以我就选用了一个题目叫我爱菜根香，那么大家都很有兴趣，都是围绕着那个如何去吃素，对，怎么样吃素这样子。哎呦，佳凤师姐，我跟您聊起来这个怎么样吃素这个话题哈，真的是不知不觉时间这么快就过去了。看来我们下次还应该再找一个时间哈。佳凤师姐是既有书本的知识，又有生活的经验，而且把两个儿子培养得这么好，吃素给我们做了这么好的榜样，太好了。以后再找机会再请您跟我们介绍。好的，感谢你们给我一个机会跟空中的朋友结法缘，那么也在这里祝福每一位的听众福慧增长，大家的身体康泰。好，感谢佳凤师姐，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个星期同一时间再会。守时是社交的一种礼貌，尽责是工作的一种义务，公平是领导的一种原则，轻生是人类的一种文明。万人广修戒定慧，千家长明日月灯，消灾延寿常欢庆，增福尽德大地春。多伦多佛光山将于10月26日起建药师法会，祈求药师琉璃光如来护佑您阖家消灾延寿，福慧增长，功德回向，国泰民安，社会和谐，世界和平。即日起接受点灯功德登记，详情请电9058140465，9058140465，或者上网查询 www.fgs.ca。
本节目由多伦多佛光山佛光会共同制作，冉宗宇主持。佛光山佛光会与您一起共创幸福人生。